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oud Toe。今天来体验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合金单位，也可以叫做金属单位吧。它的英文名称直接翻译就是这个样子哦。那么呢，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有玩过的一个试玩哦，叫做《孤谷英雄杀手》。英雄杀手哦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哦？我们之前有玩一个小骨头人的那个游戏嘛，有没有？他们呢？这个团队又独立制作出了这一款合金单位。那这一款游戏，我看里面角色的立绘都还蛮正的、各位看到前面这个角色很大的欧派不是啊？我是说，很大的这个头上的那个装饰品让人看起来感觉好像很有料的样子。然后这是一个 demo 版，这测试版本。Steam 上面都可以下载哦，那下载来玩看看吧。Let's go。然后呢，这还有分真正的金属战士，然后呢，普通难度。其实我们直接翻译叫做金属战士好像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哇，直接颜色都变了呢。当然这只能玩普通啊。OK， 呵，跨模，真的跨模，还可以装模组啊。管他了，章节一，新手飞行员。来看看，这已经是第几次救援了？哇，这样大黄蜂，这一次真的能找到有关姐姐的线索吗？11号，哇，这样飞、我的天哪、或是关于金属骑士的、金属战士的啊 ？N 单位11正在接近，确认了。单单这个月已经第四次了。如果这个地区遇到怪物或者他们，知道该怎么办呢？就算是你姐姐一样，猴一系。是的，大师，我不会原谅背弃人类的他们。哦，这故事架构好像是人类受到外星种族入侵吧的感觉，好像是的样子。我有稍微看一下简介哦。猎鹰成功潜入基地，扫描内部。基地内可侦测许多怪物，哇，这个可以，长得很棒。猎鹰播放画面，开始了、这就是我的机甲这样子。哦 ，Y 键是攻击，我现在是用摇杆玩啦，忘记跟各位讲了。然后这个是跳，好，对话。虽然研究资料有许多内容，但克隆的相关研究是最吸引人注目的项目。这是这冷。这边的研究设施人员全部被盖尔给解决了，还好这次也来得不算晚，请一定要找到剩下的人。Oh my gosh! Oh my! 这游戏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神作啊，确认了，确认了。我觉得我要求非常的简单啦、各位应该懂我的意思了吧？好吧，难道地底下还有很多没上来的盖尔，两外星人吗？盖尔这些家伙，我们明明那么宠爱他们，竟然变成这样 ，What the hell？ 没头没尾的跳跃，这个是很直观的，就是跳起来蹲下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补血，好，攻击。这不能过去补完血才可以开门。被摧毁的训练基地，这是普通飞行员训练的地方。使用冲刺通过障碍物，运用冲刺的无敌能力。怎么冲？Skate， 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把它打爆。欲开门需破坏蓝色发电机，这边已经先讲。我靠，这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史莱姆头上顶一把剑。研究资料中记载着用怪物鲜血制造结晶的方法。怪物鲜血制造结晶的方法。结束啊！哇，这个机器很帅耶！通过障碍物，刺冲刺有无敌时间，轻松避开攻击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
装备了枪。Oh my gosh！ 神作。大家应该都是为了这个而继续玩这款游戏的吧？我懂，我懂。没有啦，其实本身目前游戏给我的感觉啊，还算不错啊。哦，可以开枪了。有没有子弹限制？没有，但是有 CD， 所以说这个游戏也能装备多样武器啊。哇，打不爆。我刚好像莫名的打爆了样子。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嫩。好，而且他这个开枪只能选择直射，哎，没有任何角度可以做攻击，就直线射击而已啊，只能做直线。纳米药水补血用的，上面这是什么啊？这也是敌人啊。我还以为是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长那么可爱，结束了。结束，完成关卡，好，完成了。被摧毁的训练基地啊，这是名称，这是普通的飞行训练，又来了，怎么都讲一样的、啊？管他了，继续考。原来是制造阻止精神之配药的，我来搞啥？啊 ，NG， 请让我重来一遍。原来是制造阻止精神支配药物的地方啊。好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全身红红的精英怪吗？哦，我发现在头上砍伤害比较高、欸，哎，应该是说攻击速度会变比较快。哎、欸，你要抓得很准那个。哎呦，哎呦，隐藏的路哦。这边死掉了 ，OK， 打击感也算不错了，我觉得。获得手里剑，哎呦哎、欸，啊，老头立即冲上，不要理我，可以射了吗？哈，哦，还要 CD 这么久哦，哦，用这个方式去把那个线路给摧毁。那这样子来说，装备种类还蛮多的嘛，可以做的东西蛮多的哦。啊，战术方面运用啦，应该可以多很多这样子。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恰恰，恰恰恰恰，结束。啊，一个小关卡，一个小关卡这样子，感觉要打王了。请停止！前面有非常可怕的家伙，请回去找支援军过来。不要，以我们的技术无法攻破怪物的盾牌，快快逃吧！来啊，是哪个怪物啊？哦，感觉很大只哦，这个视角，哈哈哈哈，帅哦！没想到这么的高追，要格挡哎。我可以在上面敲四下哎、欸，哦呦，太废了吧！还说无法攻破塞啦，一下就解决了。哎呦，有动画，怎么会这样？图变了吗？哇，什么时候这么多了？反方向也，哇，我对后面那个戴王冠的有兴趣。哦，神救援，队长，哇，尤娜她变这样子，不会有人出手援救两次，是的，队长。但是你看起来好像很适应金属战士呢。暴风道具，哇，这个尤娜的例会也非常的香，看来是从刚刚毁灭掉红色史莱姆身上掉了什么东西。终结技只有当敌人消灭后补充能量才能使用。要让金属战士尝到血的滋味是这样吗？对，吸血的概念啊，我要怎么使用？看一下舒服的例会装备，有了它的说明，攻击力20，对付多数怪物而开发的武器，
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来试试看吧。好歹让我放一下啊！虽然这个是体验版，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也要体验到才对啊，是不是？哇哦，棒哦！哎、欸，直接传走了、欸。抵达核心地点，联系大师，这是我们的大师易大师。没事吧？汇报基地情况。怪物们攻陷了整个基地，幸存者无一生还。明白了，水晶周围侦测到怪物，移动到那个地点。来了。嗯哼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不能打哦。我以为可以打，说药水，药水好像可以拿不用钱这样子呢。哦，攻击这些怪物喷出来的血量呢？可以让我中间那个必杀技呢 ，CD 不断缩减，它不是自然缩减的、啊，它是需要透过攻击怪物来获得必杀技的这个时间，哦 ，CD 啦，在这里你可以升级金属单位，升啊，嗯，啊，为什么我按了不鸟我？哦，那是告示牌是不是？欸，奇怪，明明看地图上这些附近应该有补品的啊，隐藏路吧，获得手里剑，另外一个位置怎么用啊？他也没讲怎么用啊，获得手里剑，哎呦，等一下哦，怎么使用？回避成功的时候使用哦，哦，试试看，哎，帅哦，哦，有一些隐藏的道路啊，这类似像恶魔城的那种玩法、啊，抓准回避时机点，还可以造成一些额外攻击，但是要装备。这样，忍者史莱姆是不是？啊、这个嘞，装饰品。哦，哎呦，痛！哇，我怎么了？突然移动速度变好慢哦。L 啊，哎，慢了，哈哈哈哈。耶、yeah ！又是补血的，可以开大绝嘞、欸！哪一颗？有了！哇，周围会有一个狂风这样子，手榴弹，各种胶，会暂时燃烧，装在哪里啊？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装在这上面吧？装备，这样算是装了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大家来试试看。哦哟，这边有隐藏的路，这是谁啊？他们以美丽的姿态来到我们身边，服侍我们，也提醒了我们的愚蠢。看看他们的优越，感受进化的美丽，获得新生吧，然后为他们奉献。唯有那样才是我们。盖尔预言12:12，夏夜已撕毁。盖尔的反扑，真难以相信这些狂徒竟然背着我们打造这种地方。啊，怪尔是一个机器生物吗？信仰是不是？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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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What happened？吓我一跳，放看看，我没有感受到爆炸啊，所以说这到底怎么使用啊？对啊，怎么用啊？解除掉，然后再按它解除装备，我不能解除哎、欸。为什么我不能解除？删除武器，
这是会删除、解除。我不能用啊 ，bug 吗？你看这个就可以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正在 CD 中啊。我们等 CD 结束啦，原来是 CD 的部分。好，再跳这里，大家等 CD 结束再来用。好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换了，我成功换上去了。哈，手榴弹可以连续丢有没有？飞弹发射器，哪里过来？这是干嘛？他有说怎么使用吗？冷却时间一秒。哦，只要使出攻击，他就会一直发射啊！哇靠！哇，越来越强了呢。哎，没了。哦，还有啦，要打到敌人才有效，是不是？破碎的机器人发现的日志似乎受损的很严重，好像马上就要停止运作了。在这之前，他发现惊人的事实写在这里。解决你们！那怪物又做的好可爱哦、喔。可是可爱归可爱，我觉得应该来一些强大啊，让我有点压力的一些生物才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嗯？是走这里吗？他这个游戏好像目前也没有地图哎、欸，所以说真的不知道往哪里走、啊。我们先回去上面看一下。哦，有个宝箱，补血的。好，那看来是我多虑了，确实是要往下下来。啊巴拉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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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舒服啊！哦呦，大只佬出现了、啊，有颗巴拉送你啊！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小巴拉。哇，把那分那个石头怪分裂成小石头，嘣，炸一下90，水哦，可以可以，哦，马上又可以再使用啊！他这些怪物要全部都打完，才有办法到下一关这样。这水晶应该是不能打吧？好，结束，下一关。深处的商店也有不伤害人高智商的盖尔，可以从那样的盖尔身上购买修理道具。就这个、啊，这是盖尔是不是？这叫是盖尔，好哦。哇，攻击力40。哇，文手剑225G 啊，当然是买这两把啊，补血之后再算了吧。这可以卖吗？解除，这好像没有商店可以卖的样子啊。那装这个啊，哦，水哦，稀有度决定物品的价值，就这样子。欸、他这个不能卖吗？貌似没有看到卖钱的、欸，好吧，算了。森林的水晶发源地啊，水晶源地，敲网了是吧？哇，帅！这怎么像天元突破的机器人啊？你是金属战士飞行员吗？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正在休息。他叫做懒。我的飞行员为了拯救世界要做多少事情？没错没错，休息也是任务之一。哇，他表情超讨厌的。但是什么，我来不及看了。啊，超吵的。哦、啊，
怎么会是自爆呢？我就是泰瑞尔啊！用这种方式也要活最久，不能死在这种战争里，我还不想死，所以要躲起来啊！不过他的装备真的蛮帅的，看起来，就算你死了又复活，也不会懂的。死了又复活，我死了也会复活是吗？怎么个个都一样呢？心情都被搞砸了，我该去拯救这个世界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对话？到底是什么啊？莫名其妙欸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大幅增测到水晶能量，原来是岩石怪挡住了能量。怪物中的存在着统治他们的君王，就像那家伙一样。打败这个怪物，拿下水晶，如果好好用的话，可以运用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东西，应该是不难。在哪里？前面水晶怪，就是你是吧？哇哦！先开招了，卡达拉，卡达拉。围殴你先，射射射射射射射，好爽啊！哦哦呦呦呦呦，来呀来呀，要赢了啦！我是不是不会死啊？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我在扣血，难道这就是体验版给的福音吗？而且这只怪居然叫石音，卡达拉。结束了，爆了，做得好，十一号，姐姐，背叛人类的事是真的吗？回到生态尔基地，我会告诉你真相的。这个声音，哇，这个该不会是盖尔吧 ？What？ 啊！啊！妹妹挂了，这太危险了！启动紧急瞬间移动，完成最大功率，要逃跑了。不行，不能留下尤娜队长，请稍等。尤娜队长因为我而死。噔噔，我该做什么呢？哈娜，你是今嘛是哈娜哦？没有啦，凶。Thank you for playing。体验版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玩嘞，老实说，可圈可点。而且我看游戏上的评论啊，有人说太难，我怎么不感觉到很难啊？还是他们太烂啊？我觉得算中上啊，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选最难的关系吧。啊，可是普通模式这样就很正常啊，哪里很难？好啦，算了，总之我觉得这游戏还不错。欸，那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玩看看哦，因为现在有体验版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就大概内容就到我现在这个地方哦，好不好？那也就是体验完毕了，感谢各位收看啦。如果一样喜欢这个系列呢，体验系列，或者喜欢我的频道，按下你的订阅以及你的喜欢啊，或者是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把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观看。感谢各位收看啦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哦有机会体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